小羊兔，太漂亮了！还有圣诞寺，哇！这席子还冒多少？这玩意是不是可臭了？可臭！这羊兔手掌有多大？这小羊兔，哎呦，都绑好了，太漂亮了！三斤哈，三斤，啊，三斤七十多，这个钱。肉还小不小？来，这一块。鲜的吧？鲜的，就这鲜的。够了。咱不用劳动的。大火一块，这个真不少的啊。那脑子搁那小盆来了。这脑子。拉糊来。大糊的羊肉，这羊肉练的不孬啊。烧羊肚是那样的招牌吗？对。大户的、多户的，海放，辣椒的海放。哎呦，真慢死。哦，可以。大户的香菜。大户的香菜可以。好，辣椒咱也多放。哇，真香！丰盛的午餐，烧羊头、羊头肉、羊眼、羊脑、大全，烩面还有鸡蛋，咱一会儿拌那个羊头肉里边，孜然羊肉，羊肉馆的主打炒溜溜鸭。Action， 马上到阜阳街了，今天咱应个景，简简单单吃顿羊肉。哇，哇，真香，就这样肉才好吃。大口吃肉。绿豆芽还是家里的味道，孜然羊肉可以媲美烧烤的炒菜，哇，太鲜了，这滋儿养眼睛。羊脸上的肉特别好吃，羊脑它还没有落沫，就孜然羊肉用落沫一卷，太完美了。咱把这个面条和鸡蛋拌里边，哇，太棒死了，哇，羊肉烩面、羊头烩面，太来塞了，哇，这个面好筋了。这儿，啥没说过呢？羊脸肉，哇，烫上了，烫心爱哥，掉了。徐州的碳水也是很猛的，这个羊头拆下来的肉还真不少，哎哥，下边都是肉，羊脑四个，羊眼 Q 弹 Q 弹的，比做有氧淌汗淌的多多，一边喝汤一边消耗，胖是不可能胖的。这顿饭吃的真是太舒坦了 ，See you tomorrow。